Ready, action！ 90年代吧，这个得。哎呦，锁动了。太像了，太像了。所以这一段是已知剧情是吧？宝哥他演的是一个小偷。对对对对。我觉得宝哥很适合这个角色啊，半夜时候他这个肤色自带隐形效果。哟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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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眼镜找不着，我可什么也看不着，我可什么也看不着，眼镜去哪儿？宝哥后面要发生什么完全不知道，现在开始即兴了。哎，小豪啊，你说你离家已经5年了，怎么一点音讯也没有呢？哎。谁？不是，是不是有人？不是你不是看不见吗？看不见，我能感受得到。撒手，是不是小偷？不，我得去报警。我撒手了，我不是小偷，我不是小偷，我绝对不是。我看那东西要掉，我给你往我兜里塞一塞，塞一塞。不是你不是小偷，你在我们家干什么？我肯定不是小偷。你肯定是小偷，我得去报警。我不别别别，你去报警啊！别报警！我真不是小偷。你干什么？跟我十指相扣！我是。你是什么？我是。我是小桃，我是小桃。我是小桃，小桃。我儿子，小豪。是小豪还是小桃？小豪啊。那就是小豪。小豪，小豪回来了吗？小豪，妈，哎呀，让妈看看你。哎呀，妈没戴眼镜看不着。让妈闻闻你，让妈闻闻你。妈，我好几天没洗澡了，妈。哎呀。小豪啊，妈闻着怎么感觉你晒黑了呢？妈，你鼻子太好使了，连肤色都能闻出来，闻都能闻出来晒黑了。你过来啊！小豪啊，快帮妈把眼镜找着。妈呀，眼镜好像妈得青光眼了，眼这得戴上眼镜才能看清楚你。眼镜肯定是找不着了嘛，找着可能也没有用了。眼镜，哇，太厉害了！放哪儿了呀？妈，眼镜坏了吗？眼镜好像有一个没片了。好像有一个没片了。不管了。对，那你过来。小豪啊，你离开家呀，一下就是5年。妈可想你了，妈这回不能让你再离开我了。妈。我电话，我接个电话，我接一个电话啊。喂，玉佩到手没？啥？谁？那个，问我验着王佩佩没？哦，王佩佩，王佩佩是谁？但是呢，我会想办法见到他的，我也会想办法把他该给我的东西拿到的啊。在这段过程当中呢，我希望你就不要打电话了。我遇到我妈了。我跟我妈聊会天儿，对，好了，一会儿再跟你说再见。因为宝哥发挥的好，所以好多时候贾老师也在面临着即兴。对，妈，你年岁大了，是，容易健忘，是。妈，你这样，把这玉佩呀，咱家最值钱的玉佩，交给我，我替你保存。我年轻吗？我实在不行，我给他藏，我上墙头根，我挖个坑给他埋起来。
行不？行，没问题。谢谢妈。晚一点啊，我就交给你。我先把我这眼镜找着。眼镜去哪儿去了呢？没事。缝在兜里了，不是玉佩。哎，你拽妈裤子干什么呀？不是吗？你在干什么呢？玉佩呢？玉佩，你管什么玉佩？你先坐下来。你把这绳缝兜上了。妈这个兜是个漏兜。也不漏啊，我看缝的可结实了。你别蹬了，你再蹬妈裤子掉了。妈妈说会儿话。妈妈，妈妈想你了呀。我知道。我爸爸呢？我爸爸，哎呀，你过去吧，跟你爸说两句话。你爸临走前就等你回来呢，没等着。去吧，去给你爸跪下来。这你问的啊，来。不是妈，我嘴碎了。你我嘴太碎了，但是妈妈看不见，所以宝哥磕头说不定是。哎呀！你怎么站着跟你妈跟你爸说话呢？你跪下！你跪下！跪下了！哎呦哎呀！跪下！妈，你现在能看着了是咋的？我看着你呀，就是高一坨矮一坨的。哎呀，爸呀，那个照片是你吗，太伟？是你上哪儿了呀？你走的早，小的时候我最爱吃雪糕。你每天放学回来，妈，我重说行不？你重说，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。因为跟我爸分开时间太长了。宝哥是不是有点看着我的照片说不下去？爸爸，哎呀，一晃走多少年了？妈，我爸一晃走多少年了？刚俩月。我这段时间我心情实在太烦躁了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。突然这离开两个月，妈，我度日如年。乖儿子，来，给你把相片放起来，来，让我说两句吗？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我想的，不说了啊，来，爸，哎呀，爸爸，当初怀我的时候你不吃点好的，妈啊，我长这样，跟他有关系没？没啥太大关系，你说会不会营养都被你妈吸收了呢？一定是妈妈。你站起来，来，儿啊，你站起来。哎呀，你也真是大儿子。哎呀，来走。妈没跟你说完话呢，妈没把最值钱的东西给你呢。妈，你应该给我拿着，你知道吗？来来来来，妈，你坐。妈刚想给你拿，你给妈蹬走了。妈，那你给我拿。妈，你给我拿，就在这个保险箱里吗？哪个保险箱啊？这个呀，你看看吧，最值钱的东西都在里边呢，你自己开开看看。妈，你还记得密码不？那我能记不住吗？那你说，密码是你生日，快开，快开呀！懵了吧？一边偷玉佩一边装小豪，太难了。快开呀！哎呀，我脑袋是混乱的。混乱的呀。我的情绪是浮躁的。浮躁的。妈妈，我都记不住我生日了。开始烫画。算了，自己生日都记不住了。妈，您能告诉我一下？0429。贾老师自己生日。妈，你告诉我是区号吧。最后一个是九，你得冲着这边啊。嗯，妈，你到底能不能看见呢？妈看不见，这是对的。开开了，走了吗？惊
玉佩，玉佩，里边是啥？书。二哥过来，来，过来，你坐过来。这本书是妈妈最值钱的东西。我小豪啊，离开家以前，每天晚上都拿着书给妈妈讲故事。今天小豪回来了，再给妈妈讲一回故事，好不好？来，来，来啊！这个宝哥很会接收信息之后马上利用到，给妈妈讲故事啊。嗯，妈妈大声的朗诵出来。奥斯特拉夫正在非洲的大路上，兴奋地大喊道：“小快递员，你快看！”小快递员揉了眼睛，有力无气地说：“都是白纸的吗？都是白纸，全是空的。”他说：“说啥呀？到底说啥呀？你这个孩子。”他说：“别着急，别着急。”哇，有个驼群，一只两只，三只，四只，五只，啊，六只，不好，七只。哎呀。好像有八只。行了行了，好啊，那驼群嘛，你管它多少只呢？不，不，它的数量决定了我到后来故事的结尾的精彩度。不管了，不管了，要管的，要管的，妈妈。你说，九只。哇，好开心！小快递员觉得好像是十只。不，不，十一只。几只？十。妈妈，你相信？现在几只了？十一只。好。现在十二只，十三只，十四。哎呦！妈，哎呀！十四。哎呦！妈，哎呀！哎呀！我这一听小豪讲故事啊，我就爱睡觉。妈，你就睡呗。我不能睡呀，今天儿子回来。没成功。哇！疼啊！干啥呀，妈？疼啊！干嘛呀，妈？有蚊子，不是，是不是有蚊子啊？你这么的，妈进屋给你拿花露水啊，你在这等着啊。妈，妈进去给你拿花露水啊。妈，玉佩，到底能不能看？臭你损彩，臭你损彩。反应的太好，宝哥被打懵了。妈，宝哥还没搞清楚他是什么身份。对对。咋的？咱们俩一块过来偷东西，啊？我在门口站着给你把风。你待一会儿。偷没偷着我？嘘，别说。不是，那你刚才你俩唠半天，你跟他唠啥呢？他以为我是他儿子。啥？他以为你是他儿子？他已经信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他那个玉佩就是专门给他儿子留着结婚用的。你现在这样特别容易到手，等于聪哥上场递了一个重要信息。对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加油！你快走，快走，等会儿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接着去门口给你把风，然后呢，玉佩到手了之后给我发信号，我来接应你啊。信号我还记着不？再来一遍，学一遍。信号来一遍。信号。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信号是。这不是偶然。就是呗。宝哥也笑。重复一遍。这不是偶然。还行啊，还行，我先把你把放 ，OK。谁呀？走不掉了吧，这下。谁呀？没人嘛。好啊。没人。哎呀，我怎么听着来人了呢？没来人呀。没来人就行。来。没。你看，来。
在哪儿呢？妈，给你喷点那什么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什么东西？怎么妈，啊，你可拿错了吧？怎么呢？拿错了吗？拿错了。妈妈，你这儿啊，喷多了不？妈呀，先不说那么多了。小豪啊，你以后在外边你多洗洗澡，你这身上酸叽溜的。我过来了，妈妈。妈妈问问你啊，在外边处对象没有啊？有个女朋友。真的呀？有了。哎呀，谁家姑娘能看上咱家小豪啊？妈问的。领回来给妈妈看看呀。妈，你不知道啊？他们家女方那边有要求。啥要求啊？他说只要你见到你那天起，让你给拿个定情信物。那差啥呢？最好是玉之类的一些器具或器皿。小豪啊，你这女朋友指向性这么明确吗？我也没办法，妈妈，我也曾经跟她说过这些东西。我说那行，你没问题。玉佩本身就是给你留的，哪有啥？妈，进屋给你拿玉佩好不好？妈，你快点，我希望你快点。等着啊，哎，等着啊。哎呀，妈去给你拿玉佩啊。哎，哎呀，放哪儿了来着？妈，你别着急，你慢慢想吧。我不着急啊，我不着急，妈妈啊。天福又要带来什么危机啊？你谁呀？你谁呀？对暗号了，开始。这不是偶然。你是家人谁呀？绕晕了。我是这家人。你干嘛的？我是这家邻居啊。住好几年没看着，你到底谁？不是说。妈，你别着急，你慢慢找。咋的了？小豪啊！哎呦我天，小豪你回来了！我就看你那样，我看你到底给我演什么事儿？不是，你妈总提你，一直没见过你。你这么多年上哪儿去了你啊？来，坐坐坐。哎呦我天，这行回来真好啊！是这样，你妈欠我3000块钱，这不正好你回来了吗？替你妈把钱还了吗？自己来偷东西的，然后现在要搭钱。小赵来了呀，呀，来坐。对对对。哎呀，这是小豪。是啊，那个介绍。小豪弟，多长时间没见了？哎，这你小赵哥啊，赵哥。叫不了，我愿意叫赵哥也行，叫子龙。叫子龙，那马呢？那不骑马来呢？马都卖了。马卖了。借钱了。妈，不能跟他交流。不交流啊，那个、不交流啊。这样。你们借管我借3000块钱吗？是，这我着急用，你看你把钱先还我一下呗。哎，这不正好小豪回来了吗？小豪，你就帮你妈把这钱还了吧。咱不是说下星期还吗？你怎么这时候你就拿？急事儿，要不能催你。妈，催你。你这样啊，你这样妈，你上屋里面给我找玉佩，啊，这钱我来还。啊，找着了，拿着了，就在兜里呢。在了。那你妈把钱还了吗？那你这样啊，你快还钱吧。不，宝哥是想把他支走。对，那你这样吧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着急用多少钱？我3000块钱，着急回老家。你最多也就花300吧。嗯，3000变300，300太能讲价了。我兜里就300块钱，我求求你了。你说你啊，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回家一次，就带300块钱回来，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离家出走这几年呢，你知道你妈过的啥日子吗？啊，一天天省吃俭用，管我借这3000块钱，就是当做路费要找你，她想你啊！啊，你妈找你找了多少地方？行了，啊，你妈为你受多少苦，你不回来看看你妈？小赵，你怎么一天天的？你妈不容易。行了，你赶紧走，我明天把钱给你拿过去啊。行，大娘，嗯，那明天再说吧。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好啊。啊，别听他说啊！宝哥这会儿是那种动了，把玉佩找着了。你回来妈就高兴。你说你处了对象了，妈能不把玉佩给你拿过来吗？你看看啊，妈把玉佩交给你，你去把对象领回家，让妈看一看，好不好啊？快去呀，快去！妈，你站起来。妈，咋了？对不起，阿姨。妈，我不是你儿子，我不是你儿子。
那你是谁呀？我是小偷，我是小偷。给你拿着吧，阿姨，我不要。阿姨，你不知道，其实我是个没妈的孩子。在走的时候，唯一最不放心的就是我。不过阿姨，今天我是第一次偷，我发誓我是第一次偷。阿姨就冲你这个这些话，阿姨就信你。我帮您找您亲儿子，如果找不到您亲儿子，我就当你儿子，我就当你儿子。宝哥好棒，好棒啊！感觉还没掉下来呢，我感觉还没太投入。算，我就把玉佩给你。太棒了！我问我看上去我憋不住，根本憋不住，根本憋不住是吧？根本憋不住，硬挺着，我也硬挺。我硬挺啊！我看上去我硬挺啊，没错，我都不行了，山猛了，我都笑场了，我忍不住了，是吗？全部笑场了，不行了，累了。尤其他大葱进来的时候，他先给上了，他一进屋就懵了。对，到后来我一点打死我都没想到，他说对的暗号是。怎么着？那个，来，再来呀！这不是偶然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在这一段非常精彩的 B box 里，感谢这下吧，我就真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天福，谢谢。